Hello guys， 我是 Zico， 今天终于要来进行 Zico 辉煌生涯模式 EP 36第36集。那我们刚才的那个起跳动作非常帅，你看单手抓，完全不怕落地摔倒。哇靠，这个公园怎么看起来那么多人啊？来看一下这个落地非常重要啊！哇，还转一圈啊，哇，干得贵啊！我知道各位等待生涯模式等得非常久，等得非常痛苦。毕竟这一赛季2K 出了非常多新卡片，非常多屌卡，所以我还是要做比较多介绍。那这一赛季第七赛季出了一个非常屌的运球，各位知道是什么吗？你们可以猜看看，这边有个组织动作，再来花式运球摆脱套组，上面显示 Stephen Curry， 各位这代表什么？69 Zico 居然可以装他妈的 Curry 备孕啊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运球套组，这个摆脱套组就是 Stephen Curry， 就是 Curry 备孕的套组，各位仔细等一下看一下。哦，他现在这个动作，有没有看到？他妈的 Curry 备孕出现啦！目前季后赛战况，湖人队1-0爵士队，勇士1-0金块，小牛1-0快艇，拓荒者1-0鹈鹕。再来右边的话，篮网队1-0巫师，塞尔提克1-0老鹰，公路1-0公牛，七六人1-0热火。现实生活中杀进总冠军赛的是勇士跟塞尔提克，到时候我们可以来看看生涯模式的季后赛对战组合会不会是这个。但我是觉得我们湖人队肯定可以直接杀进去总冠军赛的。再来给各位看一个非常屌的东西，我们季后赛平均得分52分，毕竟大家都只打第一场而已嘛。你们仔细看哦，往下啦。好，假如说这个听哈登为24分 ，Kevin Durant 37分，哇，我们看到37，哈登36分呐、啊。再来哦 ，Jokic 25分。好，有些球队是0-0，就代表他们还没打。仔细看，仔细看哦，各位仔细认真看哦，很多球队都没打，对不对？39分 ，Norman Powell 39分，蛮屌的。再来 ，Stephen Curry 28分，仔细看，比尔35分，铅笔37分，字母哥37分 ，Chris Middleton 31分 ，DeRozan 35分 ，Lavin 32分，仔细看，各位再仔细看，有没有看到 ？Jalen Brown 60分 ，Jason Tatum 30分，哇靠，该不会到时候塞迪克在游戏中也杀入总冠军赛吧 ？Jalen Brown 第一场直接砍60分呐、啊，干他贵啊！目前我们湖人队第一轮是1-0领先爵士，那我本来想说用模拟的，但是呢 ，2K 好像季后赛不能用模拟的、啊，那没关系，我们直接用打的。那第二场我们穿什么球衣呢？第一场是穿黑金战袍了嘛，那我们第二场就穿这件黄色的，直接开干吧。看来 Game 2第二场比赛是在我们湖人队主场，装上他妈 Curry 备孕的 Zico 到底会不会变得更强呢？来，我们准备跳球 ，Gobert 一样 VS 小乔丹，应该是我们小乔丹的。哇靠 ，Gobert 果然是略胜一筹啊！我们一样半场压迫直接压起来，我们第一站直接屌虐爵士队，第二把要直接虐下来。毕竟爵士队这种等级呢，我们应该要4-0直接给他玩解片。来，冲拉一下，慢点，给各位看一下他妈的 Curry 备孕啊 ，Zico 他妈的 Curry 备孕啊，杀！顶一个，顶你个肺啊！顶你个肺！哇靠！你的肺我顶不进去啊！来砍一下 ，Zico！ 哎呦，老帮卷死直接拔！哎呀，没进！小乔丹抓进攻篮板，可以！来，运一下，运一个卡到大空档传进去给你，可以直接吃吗？你这样好球，漂亮给 N1。我想说，小乔丹再吃不掉米球的话，可以回家洗洗睡啊！面对 Gobert， 他冒一个 Curry 备孕之后，往左边杀，切进去，慢一点，再给 AD， 对方卡威少外面，哇！威少居然三分球绿了，杀！里面 Bogdanovic 直接被盖火锅，贴爆你啊！顶你个肺！好球，直接被我推出去。我们这个强力防守让爵士队直接喘不过气来。换防啊！跟好！好球 ！AD 超的好，冲！这边走了，给你旁边 LeBron James。哦呦，可以 ！LeBron James 在季后赛真的把握性很高啊！我传出去给他的球基本上都有把握住。爵士队直接加一个暂停，8-0，他们一定要喊个暂停啊，不然哈，哇，刚刚那个 Gobert 直接跟小乔丹撞在一起啊！米球是不是上去？哎呦，哇，小乔丹这个补防很屌，那直接万劫怒吼，哇，这边耍丢高哎，真的很猛哎！我觉得我们这个湖人队防守是真的很有料啊！来，跟好，米球是不是中距离不会进？快攻 ，Zico， 来，这边给我，再给他帮卷是吗？哎，还好没有被抄。哇，哎呦，他这个空间想说成功的话就帅了。老帮卷子这个传球视野是真的很有啊。来了，兄弟，我们这球他妈要来凶一点的。第一球直接灌篮，我们整场第一颗 field goal， 第一个灌篮，防守 Ingles， 哇，老帮卷子要犯规，他已经二犯了呢。好吧 ，LB 再下去洗洗睡，直接换上刘宝杰啊。他妈的 Curry 备孕啊，来运一个，哎，拜了，兄弟，上去。接一个反手上篮，靠背没进。好球，超的好，
哇、哦，这个防守这个超级爵士队再度请求一个暂停，10-0，已经开场几分钟了，还是10-0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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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嫩哥直接把康利推出去，哇靠，连 Chris 嫩都发飙啊，直接把康利推出去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这球一定要盖掉，这球一定要盖掉！哇，这一球传球失误 ，Go 掰了，运一个没人守。轻轻松松没人守，就直接简单上篮了。卡一下，5-4-3步一下，撞到，上去拆炸弹，好球，一个单手暴扣，哇，最终还是给我拆炸弹啊！来了，运一个，他妈科瑞贝运里面传个助攻，好球，轻松的挡拆呀。2-1，给你，我是一个不好的队友，嘿嘿，有没有看到？为了数据牺牲队友的男人啊，没有啦，各位不要这样学我啊，这样真的不好啊。得，掰，上去，又是一个隔扣，这直接把戈贝尔直接无视掉。来咯，各位，打一个，他妈科瑞贝运，哎，没人扫，哇，绕一绕，直接跑出一个大空档，电脑直接被我耍烂了。好，7-6-5，又是一个火锅，小乔丹太扯了啦，他真的太扯了。昨天哈应该有去嗨一波啊，真的很屌。那教练把我们换下来，我们再度模拟至下一次出场，21-9会变多少呢？30-12，还是握有18分钟的领先啊？不，18分的领先啊！甜瓜安东尼是不是？他妈科瑞贝运啊！晃下，直接绿！哇，这个科瑞贝运跟他贵耶，有没有？投完之后瞬间绿一个，里面直接上去，屌吃，哭，好像没进。哦，卢迪盖受伤，他们的卢迪盖受伤，盖伊受伤啦！哇靠，不是那个贱人盖伊啊，是这个盖伊啊！哇，现在怎么打？哎，再给 Jordan Clarkson， 防守，小心他往右边切，插一个好球，哇，我这个蜻蜓点水点到奶头掉了，来拿球，上面线，好球，直接绿，蜻蜓点奶头啊，有没有看到 ？Bang， 差点打到旁边的路人，顶你个肺，哎，顶，再顶，他妈的再顶，吃饭啊，上去有了吧，好球，轻轻松松直接开一个全队主宰，妈的，买替摩斯再度玩起来啊，来，防守。贴爆你！左边，跟一个，右边 AD， 完了，这球运气太好了吧，穿模了吧这个，来玩一下威少啊，暗物质威少，转身上去，轻松一个，这什么鬼？玩一下啦，帮卷死啊，就是这样，直接上去碾哦 AD， 哇哭啊，我们的小乔丹又再度抓到进攻篮板，给我们的 LeBron James， 走喽兄弟，上去单手直接暴扣，妈没进，你看又是小乔丹篮板。又是小乔丹的，他是怎样？那篮板狂魔哎、欸，上去，哇！你看我们上篮都没事，他们上篮就直接吹犯规。火锅，篮板我们的，睡，走 AD 走了。哇靠！怎么又掉？怎么一直掉球？太夸张了吧！再上去，又是我们的篮板。你看这到底什么鬼？在打什么鬼？有点乱，真的有点乱啊！这边 AD 传给你。碎，哇靠，这样没进。我觉得我们自己站出来比较好啊，对方有点不行啊。我们这个有些队友好像有点弱弱的。给 AD 上去，买到犯规吗？这样还没犯规，有看到吗？这样还没犯规啊，这样都还没奶到啊。杜兰特给你一个篮板，哦，好球，又是一个篮板，冲，再给 AD， 碎哦，碎够篮呐，漂亮助攻，快来个科瑞杯，快点。科瑞杯来一下，上去又是直接一个绿，超我们的吗？我们的吗？这样还不是我们的？哇，看他这个毒龙钻，这个肯定平常是加藤鹰啊，这个手速有够快啦，这一定是加藤鹰啊，不可能哦，我怎么可能抢得赢六九一口，对不对？里面。教练再度把我们换下去，模拟到中场72-34 ，Zico 赢得年度最佳新秀，果然哦，这个奖。哎呀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他们又是一个买，我们都是买不了的。Mitchell 只得5分，6投1中。哎，他第一站已经打得很烂了，第二站再打那么烂，那他们这一队就真的不用玩了、啊。哎呦，这球又是一个火锅，太猛了，真的，我们湖人队真的太猛了。来喽，各位转空接，这球也被破解，我这样也能被破解。这勾贝尔是蜘蛛吧？那个手也太长了吧？又是一个漂亮火锅 ，Holy shit！Oh my god！ 哎，一个备孕，他妈科瑞备孕完毕，传个助攻给你，又是一个漂亮助攻。AD 只得了4分，到底是我的错觉是怎样？他只得4分，4分而已耶。那我只得了25分，到底那谁在 carry 啊？感觉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数据，来看一下目前 Zico 得了25分啊，Monk 得了13分。你看小乔丹抓了11颗篮板，
那盖了几颗火锅？盖了三颗火锅。AD 盖了几颗 ？AD 盖了一颗而已。对方的话，勾贝尔抢了七颗篮板，那只盖了两颗火锅而已啊！果然小乔丹直接碾压勾贝尔、欸，完了完了完了！赶快换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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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守里面的你换一下嘛！拉一下，他妈在一个 carry bin， 他妈在一个 carry bin 完毕，直接拔。我那个脚，妈，你是垫我脚！各位看一下这一球，我们 Zico 在这边运球，我们在这边做一个他妈 Curry Baby 运一下，在他妈 Curry Baby， 仔细看我的球，他直接垫我脚，哎、欸，你看我投出去，我落地的时候，哇，他差点要垫我脚，你看我的脚还穿模，哇，和唯一就是这样，感情那么好、哦。上半场我们得了25分，九投五中三分球，下半场呢0分，三投零中三分球。其实为什么我不要一直疯狂进攻呢？因为我怕整个影片太单调了。毕竟我也是要顾及到影片嘛，想说领先那么多，尽量让比赛打好看一点。运哥，切了上去，轻松上篮吗？给你，传个助攻，碎啦！这一球有把握住啊！他妈的，库里被运上去直接进了吗？好球啊，没进！哎，好球，超的好，超的好！我这个神之预判，三分线直接拔，太溜了吧！我这个超球真的太溜了吧！我们再度模拟下一次出场，哇，直接到第四节92-69，慢点慢点，给他帮 James。哇，他不投，给 AD 上去一个单手暴扣加一个 N1 掉，哎、欸，这边有抄到上去 ，show time 单手暴扣啊，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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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拜，哎、欸，拜喽，兄弟，上去双手暴扣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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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一球太夸张了吧，这球不要传出去、欸，哎，他已经碰到他了，竟然没掉球，有点牛，这球有点牛逼啊，里面助攻上去，小乔丹直接吃了吧，你这样还不吃？哇靠！你在跟我说真的还是假的？试探步一下，哎、欸，再试探步一下，哎、欸，没退，这样还没退啊？来，再来一次，哎、欸，挡到了吧？哎、欸，退了吧？拔绿的有没有看到？这个试探步做得非常完美啊！康利，掰了康利，他绝对被盖。哈，这样子居然没被盖，还能绿？卡到，卡到，哎、欸，里面又是一个助攻，上去，好球，八助攻了，各位 ，AD， 哇靠，他这个波篮板，我靠！不是啊，这个拉邦卷子是怎样？哇，好扯！这个 LB 的我有又是一个篮板吗？哇靠！各位看一下这一球啊，戈贝尔呢先右手拨一个篮板，拉邦卷子直接跳起来，直接这个哎、欸、跳这个高度直接删掉哎、欸！教练什么时候把我换下去啊？都已经领先那么多分了，该让我这个先发好好休息，准备迎接下一场了吧？你看这个上篮没进，我们抓篮板，冲了冲冲冲！哎、欸，威少给你，哎呦 A 少威少。不是 A 少啦，是威少上去再一个单手暴扣，超级凶，想来吗？最好是，最好是 ，What the hell？ 超没掉，这球没掉，上去跟好跟好，火锅，碎碎碎，送给你啊 ，AD， 再送你一个火锅，笑死，狂被我盖，冲，里面一个助攻，素瑶，填过来来一个灌篮啊，掉了掉了掉了，冲冲冲 ，Zico， 旁边三分线，完美 ，Truck， 42分，三篮板，十助攻。44% 的三分球命中率啊！看到田冠我就想到田冠好像我在他的个人动态 IG 社群媒体发说，6月22号，很多人说他这个6月22号是他退休日子啊，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，也不是期待啦。如果田冠真的要退休的话哦，真的是会蛮感人的。只可惜他真的是生涯无冠啊！哇，哎，不是你直接扣我瓜哥是什么意思？米球直接扣我们家瓜哥哎、欸，哇，我瓜哥不爽了。他妈，瓜哥不爽，直接一个回拉三分球啊！啊，没进！哇，等一下，这球怎么进了？这球到底为什么进了？各位，这球怎么炸进？太夸张了吧！还用吸的哦，这是有魔法是不是？真的是用声控的、欸，说进就炸进哎、欸！教练把我换下场，我们应该就直接模拟到结束了吧？应该不可能再把我换上去了吧 ？OK， 最终比数128-103，我们又屌虐赢了25分 ，Game Two 第二场也是轻松碾压、啊。本场我们获得44分、4篮板、10助攻、4超截、2火锅的整体表现，444444，有没有三分球命中率也是44%？这是故意设定好的、啊。获得1262的 VCP， 一样1.4倍难度系数，从来没有改过。各位如果想赶快看下一集生涯模式的话，麻烦按一下你的订阅按钮，帮影片按个赞。你们按越多，我就做得越快。